你好，你好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小巴大学，你呢？我也要去小巴大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Brenda。我叫Michelle。对不起，Brenda，我慢了。没关系，你从哪来？我从山边来。诶，他是谁？这是我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Michelle。你好，我叫Jason。你要去哪？ 他也要去小巴大学。你是小巴大学学生吗？ 我是小巴大学学生，在FSMP学院学习。哦，我们也是小巴大学学生，我在FKSW学院学习，他在FPP学院学习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去洗手间。星星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对不起，米歇，我慢了，没关系。哎，来，我们去哪？这里很热。来来来来。哎，杰森 ，Honey， 这是我朋友。 你们好，我叫Hanis。你好，我叫 Jason。你好，我叫 Brenda。你也是小巴大学学生吗？我也是小巴大学学生，我在 FBI 学院学习。你们从哪来？我从斯兰格来，你先从肯尼亚来。哦，我从斯兰格来，爸。 Brenda 中哥哥来，三个干有意思吗？三个干很有意思，那有 seafood 饭店，在这边有很多 orang utan。哦，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英语老师，在 SMK Elopra 工作。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是医生。 他在 Hospital Queen Elizabeth 工作。哎 ，Brenda， 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妹妹和我。你是最年长的吗？是，我是最年长的。哎，什么？ 我也是最年长的，我家有四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弟弟。Hanis，你呢？我是你的第二个孩子，我家有五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弟弟和我。 哎，没事，你呢？我家有七口人，爸爸妈妈、三个哥哥、弟弟和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. Brenda， 你干什么书？我看法语书。你们呢？书在哪？ 我买在我家前面的书店，多少钱？太贵了，这是80块零8毛。这本书好吗？很好，我喜欢看这个书。你在大学学习法语吗？不，我只是学习。为什么呢？ 我的男朋友是法国人。杰森，你呢？你在大学学习什么语？我学习韩语，这是不难，但是你必须每天学习。你呢 ，Hanis？ 我和Michelle在PPIB一起学习日语。是。 我们喜欢学习日语，但是有一点难。你们不饿吗？
我很饿。我也是。我有一点饿。 来吧，我们去餐厅吃。来，我们去蔡浦沙巴大学。 行行行，来来。